力大功的猪猪正在户外散步，碰到了巫婆小猪，被巫婆小猪变成了一只巨型的狗狗。小猪佩奇找到了猪猪，猪猪肚子却饿饿的咕咕大叫。小猪佩奇又为猪猪带来了一只巨型的棒棒糖，猪猪吃了棒棒糖，肚子终于不饿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一起来画这幅简笔画吧。这幅画主要是由粉色、玫红色、红色、黄色、紫色、蓝色、黑色和白色构成的。好了，让我们一起给这幅画涂上漂亮的颜色吧。